孙尚香新皮肤初体验，粉色的头发，刷马尾，经典经典刷马尾，兄弟们，这个鞋子长靴，袜子短袜，然后呢，这个衣服挺亮的，还可以。这个是什么？拿了个音响吗？他可以免费请我听歌，可以。听你闪耀，孙尚香，这个皮肤其实加的页面还可以，兄弟们。传说不是限定，我觉得兄弟们可以考虑一下，看看特效好吗？啊？这瓶里怎么感觉一点特效都没有啊？翻滚点色，你看这个双枪，它这个音响有一个，就是说你一技能放过去有一个很明显的特效，放过之后你看那个音响会直接有一个序列的这个，看到没？二技能吧唧，哎呦，这二技能还不错哟，一技能没啥特效，但是二技能可以。我说实话，你看它这个，你看它这个特效，现在粉头发滚一下，哎，紫色的。看到没有？那为什么大炮不会换颜色？那再滚一下，哎，粉色的。请求集合。一把游戏得换一百个头。大炮，点射，点射，翻滚，直接点射，点射，哇，真的猛！点射，点射，点射，大炮拉开，点射，点射，点，别急，翻滚，点射，点射，点射，二技能，点射，点射，翻滚加速，点射，哇，真的强！这皮肤还能听歌，你看。打完之后还能听歌，看到没有？